你在哪儿？妈，我又失完掉魂，等会儿给你点外卖。这臭小子怎么还没回来？没事儿，等你回。餐桌上别玩手机了。马上我们处理个合同，拿住了。赶紧回来，没你在啊，干死了。哎，浩浩，咱们吃饭吧。哎，好。郭文勋那孩子啊，就是不着调，咱们呢，别等他了，咱们先吃。好好。嗯。哎，浩浩，你给可南夹菜。谢谢外婆，我自己来。可南，你不用拘谨，你到这儿啊，就像一家人一样。嗯，好。于总，可兰可是第一次到我们家来吃饭，你要是再玩手机，我就代替可兰给你没收了。吃饭。我天啊，你搞什么呀？弄成这样，这么热闹，我还以为我走错门了呢。我说你怎么回事啊？这么大人，你看你弄成什么样子了？今天都来家里吃饭，你让梦梦一个人忙活，一点责任心都没有。哎呀，别唠叨了，我这不回来了吗？你呀，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没点正心。你该关心的人不在这儿呢吗？还拿我这出气筒再发泄一下？我说错你了吗？啊，可南和于浩在家里吃饭，你也没说早点回来尽点心。于浩不会说话，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说你也真是，弄那么晚，饭菜都凉了，你赶紧啊！赶紧去把衣服换了。就是。我说你杵在那儿，你耍什么脾气啊？你冲我发火是为什么呀？你这么不着调，难道我不该生气吗？外婆，你少说两句，干什么呀？浩浩很难的带可南在家里吃顿饭，你没说你冲我发火就因为没人给于浩捧哏了？你在意过我吗？我八岁生日离家出走，你在意过？我在外面跟人打架手骨折，你除了骂我惹是生非，你关心过我为什么打架吗？你知道为什么忘了今天你来吗？因为我和韩梦吵架了，你关心过吗？关心过吗？你先过去歇会儿，冷静一下。什么叫冷静一下？就我脑子不想想是吗？我就活该永远没脾气，永远迁就别人是吗？他不能过生日，我就不能过生日。我说我想过生日就是闹，凭什么？他不爱吃茄子，家里就一点茄子也不剩。我说我想吃就是不懂事，凭什么？我回我自己家吃饭还得帮他谈恋爱暖场子，凭什么？你们有没有一个人在乎过我是不是不开心？我是不是很委屈？我是不是很难受？我就够了。你还好吧？没事，小时候也经常吵，一会儿就好了。怎么了？不开心啊？没有啊。是因为王爷的事吗？如果你真的不想做副总，我回公司跟他们说一下就好。只是我觉得以你的能力确实可惜了。
我不开心是因为刚才吃饭的时候，你为什么还老看手机、老忙工作？还有昨天晚上你……你不会是想说，昨天晚上在办公室工作的事吧？昨天晚上是你先开始打电话开会的。我开会半小时，你八小时，而且你还让我帮你冲咖啡，你……不是，工作对你来说就那么有意思吗？就一刻都停不下来？你也应该知道，时间一过，整件事就黄了，业务不等人啊。那人就会等了？你不会吗？我会啊。但有时候即使想等，也等不了。我中学的时候，就没有一顿饭是认真吃的。第一时间跳下饭桌，我就做功课。有空闲的时间，我也会找韩梦的，几乎不留在家里。因为我知道，我家里的人是我爸妈、爷爷奶奶，家在，他们永远会在，永远会等我。高考结束那年，我和韩梦出去旅行。等回来的时候才知道，他们出了车祸。能和重要的人相伴的时间，也许真的很短，错过了，可能就再也补不回来了。但人也总得有自己的生活啊。可至少用餐的时刻、晚安的时刻，可以全神贯注地看着彼此。以后和家人相处的时候，可不可以用心一点？饿死了，饿死了！我去把菜热热。我来，我来，你赶紧去洗一洗吧。那我洗洗就来。哎，快去吧。那个，我也来帮忙。哎，好，我们把菜热一热。哈。你说的对。哎，对了，可不可以拜托你一件事啊？张碧那里。我同意他来参与广告拍摄。知道。嗯，还有王总之前给了代言的承诺，现在这样处理主要是为了平息舆情，但多少还是会给对方公司出尔反尔的印象。那你推到王毅那儿不就好了吗？他是公司的人，就代表公司形象，而且他是你创业的时候就在一起的朋友了，怎么能推他出去啊？那你想怎么样呢？嗯，我在想，有没有可能帮张碧谈到等值的代言？她的形象代言时尚类是合适的，可是现在还没有接到。姚倩和我说，很多公司是担心她层次低，所以我才想，你的校友里会不会有可能会有相关公司的资源？如果有的话，你推给我，我帮他谈谈看。谈完了。你刚刚是忙着帮他谈代言啊？怎么样，我满意吗？嗯。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
因为合同都已发过来了。可兰，好好，赶紧过来吃饭了。我们两个就不迟了。可兰的妈妈还在家等着呢。这烟火人间，啊。 你好，吃饭。阿姨，也不知道合不合您胃口。 要是不好吃的话，你就少吃点。好吃。没想到你的厨艺还挺不错的。你就别那么拘谨了，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啊。妈，我家没厨房，也从来不开火。妈，吃饭去。 尝尝。没想到你的口味还挺特别的。你们家里人有偏南方的吗？南方，对我来说，你们平时在家都吃甜的多吗？妈，你尝尝这个，这个好吃。 你没骗了，啊，你呀，从小就是个撒谎精。妈，你哪有这么说自己女儿的？李浩，我跟你说，可兰小时候，我们带她去逛美食展销会，她爸硬要她尝尝甜豆腐脑，好说歹说试了一下，吃了一口就不吃了。 一个人的口味很难改变的，主要是这背后的意义嘛，对不对？对，什么对？你就是和他磨叽。你忘了上回你冒充节目组给我道歉，把我气愤死了。那我还不是为了你啊！你别解释了。你好，他上初中的时候，为了安慰一个父母离异的同学，把我描述的比白雪公主的后妈还可怕。<笑>那个同学倒是安慰了。 可后来见到我都让我这走。不是，后妈，对吧？阿姨，你不知道，有一次他给我做了一个醪糟蛋，然后非要说是在我家楼下买。你怎么知道是我做的？嗯，你别听他的，快说快说。他非要说是在我家楼下买，但我家楼下根本就没有卖早饭的地方，他都不知道。那你知道就知道了，你干嘛还说出来呀？真是。 我想起来了，哎妈，你别说了，你可真是我后妈了。别说，怎么能这么说一个女儿呢？以前我一直觉得，谈话做事都是需要有目的的，但有个人教会我，生活的乐趣就是在一次次看似无意义的闲聊，就像在讨论要吃什么，最终吃的是什么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边吃边闲聊的过程。
什么毛血旺里会放茄子？因为就想让你们问为什么。我给你尝尝。我要尝尝。尝尝。说的不错啊，奖励。苏总，广告方案确定一下。你如果真的不想这么忙呢，我明天就去公司纠正一下你的职务。你不是希望我有更多时间陪你一起工作吗？听你的。喝点水吧。谢谢妈。谢谢阿姨。别忙太晚了啊。好。好。刚才那工作还没忙完呀？是啊。和他在一起老忙工作，你开心吗？我看你挺开心。可兰，其实妈妈并不需要你一直照看，看着你的生活里有你自己，这样妈妈会更开心，而且他为你改变，你也应该向他靠近。你朝我走了一步，我想我应该朝你走一步。那现在我可以工作了吗？这就是你喜欢的浪漫。哦，我那天开会嘛。对，你找我什么事？没事，接完你就知道了。啊？行，那晚上见，挂了。差不多该准备去片场了。崔厂不都是安杰来吗？怎么你来了？他看你一直打电话不敢进来。哎，你就穿这个。啊。造型说最好不要太正式，会让人感觉距离感太强。正式。太正式的话，你就穿那个。我看看。衬衫穿黑的吧，显稳重。外套就用浅色的好不好？你试试。于总，您在女员工面前从来都不知道避嫌的吗？我到办公室我避什么嫌？那我避嫌。宇浩，你别闹啊！晚半小时出发，来得及。大白天的你，太大声，我也没有听到了。哎，宇浩。这两天一直在忙广告拍摄的事，一会儿还有媒体采访，晚上还有合作方晚宴，趁现在还有时间休息。
代言的事，你和张斌那边说是王毅办的。是啊，免得因为那天炸锅的事，张斌那边会觉得王总不妥，以后难办事。你这是在给他台阶下呀？但他好像不领情啊。不给这个情分，就连领的机会都没有了。给了，至少面上不会那么难看。而且，他是你创业时就一起的元老了。如果真的相处不好的话，那我这个副总裁，可不就是个才不配位的？你可以帮你妈收拾一下东西了。嗯，我家对面那家下周搬走，到时候你妈可以搬过来住。你家对面要搬，那么巧？不可以啊。你那么心急想让我搬过来？你不接？我不接。这么心急？不急。于总，苏总吗？对不起，打扰了。都怪你。他刚才说什么了？麻烦了。哎，干嘛呢？于总，怎么了？片场那边出问题了。我反复沟通好的，我不要什么原因，我要的是结果，明白吗？于总，苏总，说。鞋嘛，万一摔着了，我影响公司形象。你现在不是副总，这人多。你看，听话一点。Excuse me. You, who's she?Hi, I'm Sue. I'm the vice president of NetStreet, and I'm in charge of the listing work. Oh, I'm Jonathan with Morgan Stanley.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So, how long have you been to Chongqing? Only under a day. 姐，真别比了。I think maybe you can come to visit our company sometime.Because I think maybe we can work together. Me too. That would be wonderful. Really? Yeah. Yeah? Okay. Have a good time. Thank you. Enjoy. Hey, 王总，你好。李总。李总。哎，王总。哎，你好。先过去了。上次说的那个事儿，你记不记得？家里的，我自己有手有脚，自己能走，能哪吃的？于总好。看什么？其实你打扮打扮还是可以脱离内在美群体的。那社交场合注意表情管理啊。哎，韩梦怎么不在？他今天加不了班，有更重要的约会。
结束之后，你还要回去给你妈做饭吗？不用啊，今天结束肯定很晚了，我给她点了外卖，她今晚自己吃。好，了解。那今天晚上应该可以不用回你自己家了吧？啊，我们先过去一趟，你妈妈喝凉啊，一会儿凉。刘浩，又见面了。我好像没有邀请高盛。一个优秀的 VP 是要锲而不舍的。我本来给你打电话就想说这事儿，是苏副总，苏国兰，也是我女朋友。你好，我是于浩在宾大时的校友，高盛投资 VP 沈之琳。